主料：猪肝300克，茅台200克。辅料：葱花、料酒、蚝油、酱油、白糖、色拉油、细盐、食用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为茅菜、葱花、猪肝、茅菜洗净，挑去老的部位，猪肝切薄片，再用冷水冲洗微泡至，将猪肝沥水，用蚝油、料酒、白糖、酱油微微腌制。热锅加水，加细盐，加几滴色拉油，水开后将茅菜下锅焯至半分钟，再将茅菜沥水出锅，铺在盘底备用。热锅加油，油热，将腌制好的猪肝下锅爆炒至猪肝变色，至没有收汁即可关火收汁后，猪肝就上色哦。将猪肝盖到茅菜上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焯至茅菜时，汤水一定要开，加入适量细盐及色拉油，可使的茅菜在焯制后色得更为绿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